成功挑战三重任务。所以不是啊，总哦，嗯，什么？所以一号第一个要出事，是这样吗？我觉得不是啊。不是啊，这里没有东西，你要怎么消费？哦，所以他就是说我有这个活动，但是你没有办法完成任务啊。啊，这里又没有东西，然后完全没有看懂。我这个问号。他到底在吃什么？问号。什么东西？他一定是喝醉了。什么东西？没有啊，他成功挑战三重任务，但是你在松山店，你要怎么挑任务完成南港店的任务？还是这个是第一重，这个第二重？不是啊，第三个内湖店，你要怎么要去南港破任务？而且你要到三店服务台，什么鬼？